个窝，要不勃起、啊欸？我没有啊。今天要来吃这一家在芦洲区首尔富韩式锅烤旁边的乐福火锅。宝哥，给我帅哥。你今天要吃啥？听说今天我老母生日了，所以啊，我要带大家来吃芦洲很出名的乐福火锅，听说很强哦。 Let's go。 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到后来哎娘，发表生日感言。等一下，娘有没有什么愿望？你们现在越来越好，我就满足了。加班啦，加班啦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那个沙茶酱吃起来跟别的家不一样。对啊，对，他说好像吃起来比较香，手工沙茶是不是？你看好不好吃？这个跟你最爱吃的楼下那间沙茶不一样。这个更强。带给你们的。啊，太棒了！被帅哥认出来，这个感觉是鱼有龙烟了。太棒了，谢谢你。再看你。金金啊，非常好吃。它这个辣，对，它可以单纯卖这一支，吃辣都会喜欢。被它煮过的东西不用沾酱就很好吃。而且这个煮超久了，它竟然都没破。各位，我告诉你哦，它的蛋饺被我弄破。各位啊，蛋饺必点啊，已经列入我的口袋名单。感情不会少。耶，金价掉啊！生日快乐！祝你明年心想事成，出出力力，生日快乐！你是包包子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那么大包？三十级干贝啊！熟了，三十级问我熟了没？兄，吃干贝，马上就要干杯啊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您辛苦了，谢谢。如果要破十万，娘生日快乐！